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黄宝馨。实达集团 SP Sadia 在2020财政年第二季净亏损1亿4155万令吉。2020财政年首半年的核心税后归属股东净利按年大跌 83.4%， 低过丰隆投行研究和市场的预期，这是因为无法避免的营运成本和疲弱的复苏展望。在第二季，实达集团取得4亿500万令吉的销售，首半年销售总额推高至8.7亿令吉。2020财政年的销售目标为38亿令吉，而新推介的目标总额调低至28亿令吉。在首半年，该集团推出了6亿令吉的项目。考虑到当前的市场情况，距离目标还得推22亿令吉的项目，这可能有点风险。行家将本财政年的财政预测调低 25.1%， 目标价也小幅调低至86仙，建议守住。